我呀，你说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一起死是吧？大家是不是大家一起死？是不是大家一起死？演员王东痛打怀胎七个月老婆，家暴影片流出，紧嘴硬解脱了。你忍一忍，就过去了。曾出演过恰似故人归新版流星花园的大陆演员王东被妻子控诉家暴，影片中狂飙脏话，拿东西打老婆。你妈的，爸不干啊，什么也不干，弄死你，我弄死你，爸我弄死你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啥？要电话。拿电话怎么了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告诉我。告诉我呀！你说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一起死是吧？大家是不是大家一起死？是不是大家一起死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女方表示，从警局回来后，王东避开监视器进行更严重的殴打，甚至将人打到昏迷不醒，在怀孕七个月时也被殴打。女方早在一月时就曾发文举报王东询问抚养费的事情，王东事后发文为家暴道歉，却在道歉文中说道：我终于解脱了，再也不会被折磨和威胁，毫无喘息的控制，不是正常的夫妻关系。让网友超傻眼，怀孕期间约炮和家暴，还有脸说自己被折磨。